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下提料柜。首先给大家做个示范。这个呢就是提料棍，要注意一点，我们手握的地方不能太离棍把太近，握在下三分之一处，这只手托住，起来的时候把你的棍从你的侧边下来，侧边下来，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不能只动手不动你的腰胯，动的时候也要动你的腰胯啊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但是需要长时间练习，你学会了吗？